现在我们就正在这个国会大厦中国所说的这个白宫的面前，近在咫尺啊。前面有个水塔，这前面有个水塔对吧，麦克，你喜欢不呢？美不美？人工这个就往这个什么进去喝水。正好水挡这个什么挡住了，那个我远处看能看到那个林肯纪念碑，哎呀，就在这边。回头来，回头看看。可能是一个后勤处吧，谁知道。你说两句什么感想？哎呦，真美，这个景色，雄伟壮观。再向这边，再向这边的来，再向这边来，现在是2010年4月1号傍晚啊，咱们紧赶慢赶，终于赶到这里了。来，麦克，你在那里那个什么，说两句英语，我听听。唱的完整点，让他唱一个 Happy Birthday， 来，让他唱一个。来，站在站这个地方来。刚才那个都树挡住，这才正好呢。回头，往上那来。好，娜娜来，娜娜站在这上面，站在这上面。现在傍晚，正好那个街灯也亮起来了，后边这个白宫显得更白了，非常的这个亮丽。
Thank you.